2月29日，观护、赏樱。家草森林农园，樱花林道。来这边赏樱不错，看樱花。那是好像是插眼。对啊。我都拿比你多，人家刚刚满的时候，我们就来拍，所以地方。哦，现在是做那个。不烫哦，会烫哦，小心哦。早餐吃完吃午餐，接着吃。出门啦、啊！哎、欸，行，这车子没有开出来，哎、欸，上车啦！